他几岁啦？啊，十五岁了。哦，那跟那个也是十五岁。对呀、啊，巨人一样，铁巨人是一样。啊，你唱什么歌啊？文夏老师的《黄昏的故乡》。哦，哎呦，文夏已经很少了呢，而且现在年轻啊，文夏老师都已经那个。80岁，哇，这么年轻哦，对不对？然后是我们歌坛的常青树，厉害。那、啊、你有偶像吗？有谁？每个语言不一样，台语就二姐江蕙，对，然后国语就凤飞飞。你的偶像对年纪都是稍微大一点，对呀、啊啊。那英语有吗？有日文，日文喜欢谁？美空云雀哦，美空云雀哇！那、哦啊、你英语应该喜欢什么 ？Andy Williams 那一种。他带来什么歌？黄昏的故乡。文夏的歌太经典了嘛！这个你这是下第二次。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一次。我刚刚已经讲过一次。而且文夏已经80几岁了。对，80岁。80几岁了。下两次。是我们歌坛的常青树。没错。是吗？对。是。要唱这首。我刚刚有讲过这个。有。难怪你们在讲，我都觉得面熟。有点面熟。来，今天来这首哪一首歌？红红的歌。吓的歌嘛！太经典了。文夏老师的歌嘛，太可怕，85岁的一个老师。对呀，对呀。来，红红的歌哟，吹了吹。太特别了，好像一张老唱片里面唱出来的声音。算是很特别，有没有？长得是貌不惊人，一出来我们揶揄他，现在真的要叫一声大师了，真的厉害。徐哥，15岁有85岁的老臣，对，有没有？他的声音歌的那种怀念的音色哦，像老唱片出来的那个音色，完全就是黑胶唱片30年代、40年代完全一样。而且他很厉害，是那个时候那种 Enga。
他的转音啊，对，要很到位，他好厉害，很漂亮，那个转音转的也很好。前面这，所以这个歌是日文歌曲，文夏老师他们把它填词重新唱过，在台湾当时啊，哇，那卖的疯掉了，是啊，没有人不会唱这首歌，太感人了，因为一开始出来以为他是来搞笑的，对的，对，以为你是说要笑的，对，然后又选了一首老歌，啊，年轻人唱老歌不搭不紧，没有想到他一张嘴一张口以后不得了，真的仿若，哎，我很好奇，嗯。你是跟着老唱片学唱歌吗？对，一张嘴只有一只蛤蟆在一张嘴，一只蛤蟆一张嘴，两只眼睛四条腿，乒乓乒乓跳下水呀，蛤蟆不吃水，太平年。所以，许哥，我强烈的建议他去找老师看前世今生。我认为他的前世一定是一位演歌歌手哦，应该对，真的，因为很少见说这样的年纪哦，能够有这样的这样的一个重点是他浑然天成，对，你不说你他也不是被逼的，平常不会都是只是听这些歌吧？你会听周汤豪睡到分手吗？不会，哎，那你都听一些比较以前的歌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最新的歌有听过什么？最新的永保安康有听过吧？笨小孩有听过吧？大家有没有听北投？他是很诚实的，所以他一定是哎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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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？你才对嘛？他是那首歌也30年哦，所以他20来年，你快30年了，所以他一定是某位演歌歌手哦，借尸还魂，哎。那不行，那我本来他想说我们逼他去学小幸运，但小幸运这个歌没有，是不是这样夜晚你才这样想就红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小幸运好像不要唱，小幸运，来，第一题老师给他唱一下，来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这样的夜晚是在电话，小幸运，小幸运真的 OK 啦。梨花球，来小幸运试看，好来。哇，这个老派唱腔呢，哦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。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那陪我淋的雨，一幕幕都是你，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，好幸运。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，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，你张开了双翼，遇见你的注定，他会有多幸运。恭喜你啊，小幸运被他烫脚一烫，小讨厌，而且他有多不幸一样，小讨厌，没有，他就是要唱老歌。这个版本好讨厌，他唱老歌。这个版本很像用二胡拉的，有没有？对，知道哎，那个感觉啊。因为他做一个老灵魂。对，哦，做了一个老灵魂。这个听比听到会生气。现在正在我很少录影录到最后想要安口的，对呀，对呀，反正给大家带来欢乐嘛。日文歌曲最会唱是哪？最拿手，熊高一熊拿手，因为观众朋友看到这里一定，哎呀，怎么可以结束了，对不对？亚瓦的。压完了，睡这条睡，直接来，来来来。卡斯托莫纳，我们为不拉克哟，马克的莫托莫托，我们的努，我们的。
的表演，表演久了，真没看过这个，真的，这个很多老先生、老太太，尤其本省级的，天哪，听到这把晒到了，太感动，太感动了，哦，非常有虔诚，好吧，恭喜。